与大众生活在一起，众生有苦难，佛不会在那里享受，因为佛那个时代出家人什么都没有，出家人的财产三衣一钵，不是吃饭那个钵碗，三件衣，他财产就这么多。那么出家人是不是会选择某一个地区富庶到那里去住去？为什么呢？去透过吃嘛也会吃得好一点。如果那个地方闹饥荒贫穷，当然讲很苦啊，一般老百姓都吃不饱了，当然透过透的那个当然也很难得一餐温饱啊。佛不计较这些，哪里有缘哪里去，从来没有选择过，所以不怕苦，不怕难，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。在这个世间，他的欲望可以说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了。我每天吃饱了，穿暖了，有个地方可以遮蔽风雨就够了，就满足了。这种条件很容易达到啊，知足常乐啊。欲望要是多，那就苦了。所以佛在戒经上给我们讲啊，欲为苦本，苦从哪来的？就是欲望来的。你欲望越大，欲望越多，那你生活就越苦。所以我们欲望是越少，生活越简单，就越快乐。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的生活没有压力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。古今中外，凡是圣贤教育，第一个科目无不是教人克制欲望，把你的欲望降到最低的程度。最低的程度是粗茶淡饭的，能吃得饱，能穿得暖，有个小茅棚能够安身，他没有物质欲望的要求，心安理得了。理是什么？就是佛法讲的诸法实相，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熏陶，他是圣人，他是贤人，他是君子，他在社会上确定是好人，他不会作乱的。欲望是讲五欲，财色名食睡，这五欲。佛法里面常讲的名闻利养，这是欲望。底下经文讲少欲知足啊，这个欲望要减少啊，越少越好，你的障碍越少。少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吃得饱，穿得暖就够了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足够。不要多求啊，多欲之人呢，那苦得不得了啊，那是个可怜人呢，愚痴人呢。欲望减到最低限度啊，才能够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也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他才真能做到，他没有欲望。屏幕重复劝勉。因其欲止我，暗合专尘。这一篇最后，佛慈悲到基础啊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劝勉我们，应该要把欲放下，要把物放下。欲是欲望，欲望是物之源，贪嗔痴慢是物的因。你只要还有欲望存在，你决定造恶业，所以欲望越少越好，少到没有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佛没有欲望，万缘放得下了。欲，佛把它归纳为五大类：财色名食睡，叫五欲。凡夫还有这个身体在，那么这个五欲还离不开，要把它降到最低的。戒心越旺越少，心越清净；越旺是越多，
心染污就严重，严重染污，那烦恼就多，贪而无厌，贪呢没有底蕴的。真正明白人，生活能过得去，好啊，有多的帮助别人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只懂得照顾别人呢、啊。我有余，别人还有不足啊，这叫积功累德。不要给人比地位，不要给人比财富，不要跟人比享受，要跟人比什么呢？比清净心，比平等心，比快乐，真的快乐。粗茶淡饭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你说你都快乐。最快乐的是学佛，学佛帮助你开智慧呀、啊，学佛帮助你解决一切疑难杂症呐、啊。不但自己都解决了，还可以帮助别人解决。真正学佛的人懂得，这是天下第一等好事。方东梅先生当年教给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最高的享受与财富、与地位毫不相关。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快乐人生、幸福人生，这是最快乐的。贪欲，我们生生世世被这个东西害苦了、害惨了。这一生如果还不能把它舍弃，我们求生净土必定受障碍。一个人要真正成就，对于世出世间法决定没有贪心，少欲知足啊。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我只取一个法门，一切经典我只学一部经典，这就少欲啊。你看莲池大师到晚年就一本弥陀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通通都不要了，他那个少欲知足啊，真的做到圆满，他才能成功啊。如果能把欲望通通放下，这个人就可以成圣成贤，学佛就能成佛成菩萨。这个东西是大害，没有好处啊。世出世间大圣大贤给我们做出的榜样，都是把这些欲望看得很淡很轻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，他日常生活确实是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全放下了。他的生活是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的。经典上所记载的，释迦牟尼佛从来没一次人家看到他有忧愁，他有烦恼，一次也没有，也没有这个记录啊。人家为什么能过这种快乐幸福的人生？就是没有欲望。欲望给人带来的是烦恼，是忧虑，现在人讲是紧张，是压力，是现在人的术语。这样的生活，纵然地位很高，拥有很多的财富，他生活的不快乐，依然生活在痛苦的世界，远远比不上所谓贫而乐。贫而乐是谁也圣人，孔子、孟子、颜回，那都是贫而乐啊。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，值得我们去思维。我们这一生是做一个快乐明白人，还是做一个烦恼糊涂人？那些大富大贵是烦恼的糊涂人，这在经上讲的，这是花报啊。果报呢？幸福明白人，来生升天堂。他要念佛，他叫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做菩萨了。那糊涂人呢？烦恼糊涂人呢？来生都三途去了。我从学习圣贤佛菩萨经教做起，经论不要多，这一部经足够了。真心真愿老实念佛，
修成净土。身体在这个世间，利益社会的事情要做，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。这个利益是自己的事情，可以不必做，自己生活越简单越好。对于念佛，要分秒必争，不要让一秒钟空过，秒秒钟都是阿弥陀佛，你就决定往生净土。